家具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，在桃园有一个品牌致力于将绿色环保的概念融入家具当中，用健康无毒的材质打造出绿色家具王国。早在20几年前，发现到欧洲对绿色健康家具这一块呢琢磨很久，欧德百很想把它引进来。后来呢，我们在10几年前跟经济部呢合作了一个案子，由经济部呢来协助欧德堡转型变成一个绿色的家具，台湾唯一的一个绿色家具工厂。林老板选择将接触人体面积最大的家具床垫加以改良，舍弃传统床垫使用的 TDI 化学泡棉，转而采用欧洲进口的 MDI 无毒泡棉。这个 MDI 泡棉这一块呢，是我们10几年前呢引进来的一个泡棉，叫做 MDI， 是从欧洲引进来的。这个泡棉在欧洲，它是一个绿色又健康又环保的一个产品，挥发出来的东西对人体是无害的。它有一个欧洲一个设计部啊这个认证的机构呢，我们每一个商品都会送到欧洲去检验，然后它会给你一个证书去担保。对材料上的坚持，让品牌连续10年都通过对化学原料要求严格的认证机构。此外，希望破除台湾人选择床垫一定要有弹簧、独立桶的迷思。林老板用最简单的概念帮我们上一课。只要讲到弹簧，使用以后就一定会疲乏。但我们在用的这些 MDI， 它是整块的，它是实心的，它不怕你的弹跳。你越弹跳越强的话，它的结构性就越好。为什么？它会爆破，把里面的毛细孔去打开来，所以你一进一出的话，弹性就越强韧。就它的结构，它好处在这个地方。将破完泡的 MDI 泡棉用日本无毒环保水性胶粘合后，还需要经过扣合这个重要的程序。这个扣环呢，是我们跟工业级欧德堡跟工业级的一个专利，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一个床垫让你使用多久，它的布都不会松掉，所以它的张力非常非常的棒。不仅如此，外在的布料也十分讲究，选用美国 NASA 研发的控温布，光是申请并等待官方授权，前前后后就等了5年。它是坐在床垫的表层，冬天的时候呢，它一样保持在24到27度，它会把冷空气呢去储藏在它布的里面，当你夏天的时候呢，冷空气它就散发出来，所以变成一个综合叫做控温布，它是可以帮助你冬暖夏凉，很棒的一个布。品牌床垫从里到外全程使用安全环保，并且通过多项认证的绿色材料，为消费者的健康做把关。除了床垫外，也设计出人体工学的枕头，帮助消费者的睡眠。一个好的枕头是有高低的，每个颈部不一样长度，每个肩膀的宽度不一样。一个好的枕头呢，是要帮助你把呼吸氧气带进到你的胸部里面，把胸部里面的二氧化碳排出来，这个循环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枕头的高低度会影响到你的肩颈酸不酸，紧不紧。林老板说，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其实睡觉时颈部的支撑非常重要，身体的姿势对了，睡眠品质也会跟着改变，因此一定要亲自试躺过，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寝具。欧德堡目前的最大的一个目标跟愿望，就是做出来的东西呢，能照顾到台湾的每一个家庭，因为家具跟人的健康跟生命是绑在一起，所以欧德堡呢，尽到最大的本分，就是把好的东西，把最健康的东西带给每一个消费者，这是目前我们在做的工作。品牌期许将安全无毒的家具带进每个家庭中，让绿色环保在家中绽放清新与健康。